OK， 所以呢，这是我的声音。然后呢，本来这场呢是要跟 Stella 一起去录影片的。然后我发现我开了那个游戏声音之后呢，杂音是很吵的，而且如果你打人的话，还有挖矿的声音，真的会让你的耳朵爆炸。所以呢，就只好片段我是可以放出来的，但是就不会开声音了。但我们今天的影片就是要来录声音啊，知道重录了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哇，这边哇有蜂窝皇后 ，I mean 皇后不是蜂窝皇后。为什么对面会显示没有床的 ？How？ 那是不是有黑客？你上次 VS 玩 Speedrun 不好玩哦，我没有骗财啊，大哥。你确定要玩 Speedrun？ 你确定 ？OK， 我队友来帮忙了。Carry you。按连杀，怎么可以那么离谱？为什么？我不懂呢，真的不懂。我只是想要好好拍个影片而已，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有必要这样子抹杀我这个游戏体验吗？这个人，我他给这个人，他给他。对，我来帮忙。哟，可以把他死，我们的床也没掉，超强的他。OK， 我只是想有一个好的游戏体验而已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这个胜利数它是599，对。然后如果我再赢场的话，我就会破这个600胜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真的。Oh my god， 超卡，你就玩不了吗？我现在在等他，按哪里都没有反应。不是啊，我刚刚检查了 WiFi， 一切正常。好啦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我知道我讲话其实很奇怪，然后杂音也很响，所以。那就请多多见谅啦，这是相隔蛮久了，距离我上次拍那个真的影片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影片啦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